看看新闻网。二月，自知病重的罗慧娟在香港某会所举办了生前最后的告别派对，包括陈法蓉、邓萃雯在内的一众好友都应邀成为了当天的座上宾。但当罗慧娟于6月28日因胰脏癌在新加坡家中病逝的消息已经传开，娱乐圈一众好友们仍然觉得惋惜不已。我很喜欢罗慧娟的几部电视剧，《飞越霓裳》《燃烧岁月》和《人在边缘》，她是一位出色的演员，永远怀念。最难忘是当年我罗慧娟和周星驰为新片想段子，她意见不多，好像背后的女人默默支持周星驰。之后我们经常三人行一起去吃龙虾餐。据悉，罗慧娟的追思仪式将于7月12日在她的家乡香港举行。与此同时，她生前与周星驰一段长达3年的地下恋情也再度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爹啊，这半年以来我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娘死的时候的样子，我怎么可以不报仇？1989年，由于合作电视剧《盖世豪侠》，周星驰与罗慧娟两人假戏真做，不久便传出了两人恋爱的好消息。尽管双方当时并不承认，但却已经是圈内公开的秘密。而听闻罗慧娟病逝的消息后，悲痛不已的周星驰对此事闭口不谈，不做任何回应。